然后它这个是四种不同的酵素，它除了酵素之外，它有添加，比较特别的是这个，这个夜间酵素，夜间酵素，它有分夜间，对，它有夜间爽快，然后 diet 美肌什么什么之类，就是有皮肤变好的，然后让你减肥的，然后让你爽快。排便的、那这个比较特别是这个夜间酵素、夜间酵素它是它添加了四种的必需氨基酸，人体必需氨基酸、那这种必需氨基酸它会在你睡觉的时候一样维持跟你白天一样的热量燃烧率所以让你在睡觉的时候、一样可以燃烧热量哇但不会睡不着哦。我就算睡再久，我都不用担心说。有的人可能睡眠不能一睡不起。有的人很重睡啊，对不对？所以会怕说，我会不会睡个太久，然后我没有时间，然后我没有办法运动或怎么样，然后我没有办法代谢，我没有办法做好身体的保健。是是，对对对，但就是说，你除了就是运动、调整饮食、正确的这些观念之外，就配合上这个。然后呢，我最近发现了，我这一次去日本，老师，这一包是什么呀？它是生酵素。